绿川这个工程哈，在开始计划之前的话哈，那我们不是先做工程，而且也不是从工程师的角度哈去做这样的一个水利工程，我们是先开始进行这个培力的计划。那什么是培力计划呢？就是说我们邀请这个很关心绿川的这些的民众啊，或者是说附近的商圈啊，吼 NGO 的一个团体啊，那大家对于绿川它有不同的一个想法跟想象，那当然有一些人对绿川的工程要掀盖有一些的疑虑，那我们做了这些培力课程当中，那就可以来凝聚的民众的一个共识，那同把民众的这些疑虑，我们把它回馈给我们的一个专业的设计公司，那再把设计公司的一个图说跟这个方案再跟民众进行讨论，经过这样不断的一个对话跟沟通，那我们就可以来行说这个愿景。那我想这个整个一个培力计划的一个这样一个课程当中哦，是让我们这个后续的工程都能够很顺利的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另外在这个培力的过程当中，那民众对这个河川也有不同的一个想象，那他要的不是只有一个水利工程，那他希望能够让整个一个附近的一个商圈或者是说这个都市哦，都能够因此有所改变。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绿川的工程除了这样的一个硬体建设之外，那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绿川的一个品牌。那绿川的一个这个商标哦，是台湾第一个把河川当作一个商标去注册成功的。那我们把这个绿川的这个商标哦，这个 logo 我们免费的授权给这些有特色的这些商店，那他们也去开发了很多很特色的一个商品啊，包含这个啤酒啊、糕饼啊、钢笔啊等等。那我想这个民众的一个参与，然后对于这样绿川的一个认同，也是我们这个计划能够让这么多人都能够关心，然后这个受到大家的一个注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绿川是我们台湾第一个就注册的一个水岸品牌。那我们当初的一个发想就是希望这个绿川不是只有一个工程，所以我们就是去设计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绿川的一个 logo。那希望就是说旁边的这些商店吼都能够利用我们这个绿川的 logo 去开发出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商品。那借由这样的一个民众的一个参与的一个过程当中吼，让我们的绿川是更有温度，然后也让整个一个绿川的工程不是一个水利工程，而是一个市民所希望的一个水岸环境啊，也同时能够带动我们这个旧城区的一个这个复兴。那同时我们也用的这个人体的那个五感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展览，所以像我们也办了一个绿川的一个水岸的一个音乐会，那就像是这是林强他去录制这个绿川的一个声音。那借有这样子不同领域的人，然后他关心绿川的不同的一个面向那我们办了这样的一个展览。那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很多人也开始来关心这个绿川让整个一个绿川的一个工程然后受到更多人的一个注目。绿川所在的东协广场这六日是很多我们国际移工这个的家所以我们在进行绿川的一个工程当中我们也跟这些国际移工做这些的双向的一个沟通，所以很特别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工程的进行过程当中这个施工告示法是六国的语言，所以也让这些移工知道我们这个工程为什么要做这个绿川的一个掀盖的一个工程，那做完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那在工程进行之前我们还邀请这些国际移工到绿川去进行进川，那他们借由这个进川的一个过程那也能够来知道说整个一个河川的一个水质以前是很脏，那大概是我们这上面的人就是把这些脏的东西把它丢下来，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进川活动那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更爱护这个河川，那我们跟他相约绿川完工之后那我们一起再回来看
看看这个绿川所做的一个改变。所以在今年的2月绿川启用之后，那这群国际移工哈，当初进川的国际移工又回到了绿川，那来看看这整个环境的改变。那也他们也自发性的哈来就是说来捡拾旁边的这些垃圾哈，那也能够来更爱护绿川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绿川这样的一个工程哦，让整个一个民众哦对于绿川的一个看法哦都有大幅的改变，也更爱护我们这个绿川的一个环境。